前，励志微电影《原来是爱》在京举行发布会，主演范绍兴、柯佳青和林立雪现身宣传。在片中饰演医生的郭品超因当天在外拍戏没法亲临现场，只能通过 VCR 隔空送上祝福，并透露和导演陈希圣默契十足。在剧中担任男一号的范绍兴即将服兵役，当问到怕不怕服兵役影响娱乐圈的发展，他笑着说：不会，因为其实服兵役对我来讲是一个，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义务，而且也是一种训练，一个挑战，所以我必须得把这个事情结束掉，那之后我可以更专心于在演艺事业上。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